成了荧光，我松开你的手，眼泪缓缓滑落。动摇的那一刻，遗忘了爱恨纠葛，宿命中你与我该怎么取舍？辗转着，这是一只角色。出现幻觉了吗？你不是说再也不想见到我了吗？逃不掉，挣不脱，转世轮回缠绕着。我是不想再见到你，你走吧。星辰闪烁，缓缓坠落，不出感觉色，不出感觉，不敢触摸你的眼落，有多少落魄？幸福你的轮廓，恋恋不舍，要如何抉择？怎么敢与宿命再较量出个死活？反正也只是个梦。这不只是个梦。辗转着，寻觅着，相遇是一场风波。空欢喜到尽头，生与世搏。逃不掉，挣不脱，转世轮回缠绕着。之中阴谋与猜测，我看着星辰闪烁，缓缓坠落，不出感觉色，不出感觉，不敢触摸你的眼窝，有多少落魄？幸福你的轮廓，恋恋不舍，要如何抉择？怎么敢与宿命再较量出个死活？师兄，我们一会儿去那边吧。啊好啊，难得师兄赏脸，一会儿我们下山请你吃饭。师弟说笑了。霍少主，霍少主。长月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会有狐族的婆娑眼？他和元宝……哎，霍大哥，元宝怎么样啊？霍大哥。表妹她醒了。玄安月，元宝，表妹，快扶元宝起来。元宝慢点。我不是在静思崖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元宝彻底好了，好了，我好了啊！我，可我不是心脉尽断，药石无医了吗？紫灵果彻底把你的心脉给修复了。对，没想到紫灵果这么神通广大。就是，紫灵果。元宝，这次啊，一定好好谢谢舒雅。Thank you.
你一个贱人，竟敢背叛我，让我沦为众人的笑柄，你还有些廉耻，就自相了断吧。 哥，舒牙哥哥，舒牙哥哥，你在吗？不在吗？齐姑娘，我们少主前几日舟车劳顿，伤了些许元气，这会儿应该还在休养。嗯，是这样啊，那好吧。 那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吧，务必让他把这补汤喝下。还有，替我谢谢他，就说我改日再来看他。辛苦齐姑娘，你也辛苦了。少主，您醒了。哦，刚刚齐姑娘来过，看着精神百倍的样子，这紫菱果啊，当真奏效了，不枉您一片苦心了。 霍大哥，这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这元宝怎么还是这么痛苦啊？难道这紫菱果根本就没用？少主，少主，这齐姑娘对您还挺有心的，这不，特意送来了补汤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务必啊照顾好您。他真这么说的？我还骗您不成？ 我就知道，元宝一定不是自愿的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 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昨天晚上不是已经把婆娑夜给齐元宝服下了吗？该高兴才是啊！哎，哎，哎，该不会是齐元宝已经去了吧？那完了，您的新魂……我问你，你曾说过。 殿下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人类的心啊，最难窥探。很多时候，他想亲近你、抚摸你、亲吻你，都不见得是真的。他今日可以这么对你，明日说不定也可以同样对别人。这样并非是动了真情，尤其是玄宝那种游戏人间的，怕是更难琢磨了。你想想，他和你说过的话，是不是和别人也说过？和你做过的事，是不是对别人也做过？ 如何做，才能让他对我动真情？这齐元宝这人确实有些异于常人，难以攻略。殿下，您且容我去好好学习学习。这段时间您先自由发挥啊。不对呀，殿下。
您刚刚说那话意思是，你和玄宝又接吻了？啊？